这堂课啊，我们来讲一下在恰恰朗的追步里面的后半部分，也就是我们的扭臀追步。右脚点地，直接把身体做出来，对，手可以端起来进行一个对抗，膝盖用力 2 3 cha cha 1，对，腕先放重心，再来一次 2 3 cha cha 夹屁股 1， 好， and 收脚 2 的时候啊，像跳伦巴一样，我们每一次都要用到中段的控制，走 2，大腿先夹紧，好，走，推起来 ，and three， 上重心，好，现在你是左边胸口跟左边的胯位是在前的，后胯是拎高的，对不对？先放啊，你不能直接高的这样子，这样转过来很丑，我们必须是先填平，然后再转，走 ，and 填平，再来一次，去找到你两个屁股夹紧往前的这个力量，好，走 ，and， 去。好，恰快速到位了，现在是脚趾尖啊，到位的那一瞬间是脚趾尖，然后马上慢慢的传导滚动你的脚掌，去找到有半脚掌的位置，走恰，好，找中段 and one 的时候，左脚去踩地板，然后推动你的胯位，找到胯骨跟肋骨的这个挤压的状态，准备走 and 推开，每次都是从地板过来的，再来试一次 2 3 恰恰One, and two, and three, and cha, and cha, and one. 对，中段灵活一点。